恁两个是要问啥？我想要问囡仔的代志。命运在注定，何福在得生。照你的命格，甲你看起来，你有一个后生的命啦。也毋过恁翁哦，伊命中带煞，克某阁克囝，煞囝阁煞孙，所以一生哦真孤单。先生，你这话啥物意思啊？啊，阮两个是翁仔某呢，是安怎？我有囝，翁翁着无？敢讲，阮囝毋是阮翁的？对，嘛是毋对啦。这要看恁翁以后安怎看。你臭孙女啊！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啊？金宝，金宝。黄先生，我是以命论命。哼，我也并无恶意啊！我坦白甲恁两个讲，恁两个伫两个月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劫数，尤其是黄太太，这个真大的劫数啊，关系着你的婚姻啦。先生，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个月中间，假使你若搁甲恁翁斗阵，恐惊你有性命危险。看啊！你愈讲愈离谱嘞！啊，你明明是咧杀人，阮阿婆感情嘛？妹妹，别放来，别放，别开。金宝，金宝，小可怜啦！咱俩来讲哦，一定会遇到你，咱搁问看卖，无条条有办法破解这劫啊！好啦，好啦，行看卖啦。你哦。讲，一定有办法破解吼。来，将你酒钱哦，我看卖。你要小心注意，再小心注意。什么呀？叫你欠死的挂上感应着，你爱注意再生之罪啊！再生之罪，先生，爱什么意思？你欠死的挂上就是安尼啊，其他我都唔知影。这病情啊，一支嘴好软，啊，你想要问呢？啊，伊根本无材料回答你，都是你错啦！金宝啊！好啊，你们走啊走！哎，我腿被拍了，等下。大哥，真的，小可意思好。金宝。金宝，金宝，快出来啊！我就跟你讲过，卖胡白找人算命，你都偏偏不信。规早起啊，听起两公三虎在连笑话。好过心情都拍歹去。是的啦，金浩，我着想讲咱结婚遮久啊，中医西医拢看透透，拢讲咱无问题啊。也毋过我巴肚同款无消无息，我毋知的。我知啦。今即马咱黄家，敢若剩咱一帮咧团聚会，你的压力真大。啊，毋过这种代志算命无效啦。咱也是较百变、较实在，莫去想遐有诶无诶，吼。知啦，金浩，以后哦，我袂去算命啦。安尼毋才对，啊，好啦，咱来等，哈。金福与玉莲是镇上非常出名的一对夫妻。出名原因倒不是因为金福是镇上大财主的身份，而是金福虽然多金，却年老眼瞎。还娶了玉莲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小他整整20多岁的妻子。玉莲由于父亲欠债，差点被卖掉，却被金福夫妇救下，收留在家里当女佣。岂知家里后来发生一场大火，金福前妻死了，金福也瞎了。玉莲照顾眼瞎的金福，陪他走过一段痛苦的日子。两人最后日久生情，结成夫妻。
如今为了子嗣之事求神问卜，却问出这样的结果，倒真令人不是滋味了。然而算命仙的话真只是瞎蒙胡诌吗？金福与玉莲殊不知接下来所遭遇的事将把两人命运推向一个巨大转折。你什么人啊？什么人？阿哥，阿金，别说话！叫警察，好啊，你叫啊，看是欠笑的较有理，还是我较有理啦？好，请问因到底欠恁偌济钱？无偌济啦，连本带利是10万块啊，利息一天500，你要退什么？玉莲，先把今仔日的利息还伊。哦。老板，10万块你也无赶紧处理，你死也出歹看。行来走，你听到无？阿姑，阿金，哈！这世人是唔改，一世人扣干，先等来报账再讲。哦。现在在外口欠遐尼侪钱，竟然欠到连利息钱都拿不出来，你到底想变啥梦啊？阿姑，你先莫生气，听我讲啦，遐钱都之前阮朋友甲我讲，伊要开洋装行，我去借来甲投资的啦。啊，我哪知影，伊店无开，煞单钱规个排排做伊走。啥？啊，开一个洋装店就要用到10万块？哈？无啦，啊都。我外口搁有一挂利利扣扣的借款，拢总加起来啦。你好，你金浩啊，卖生气，卖生气吼。是不是就这啦？再添嘛，你安尼都唔对啊。你嘛无爱想看卖，恁两个来遮时阵嘛是同款。爸母的财产吼，拢你败了了，外口欠一大堆债务，若不是恁阿公出面解决，你家都卖伫遮啦。本来恁阿公5万块，你才住两年，看个性会当改变无？结果嘞，也是同款啊！你无资格话讲这啊！今仔我是厉害的，若不是因为吼，你这个薪水无我高，害我利息钱拿不出来吼，我嘛袂去用百日钱借来啦！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竟然敢安尼对你阿金讲话？你哦，啊本来就是啊嘛，若不是阿金哦，我怎会袂去用百啦？你是咧骗我？你好，卖身体，你卖身体。你这物件囡仔真正不受教，啊明明都家己唔叫，伊拢敢怪别人。哎呦，莫生气啦，金浩，我甲伊讲吼。再添嘛，靠薪水这件代志吼，你嘛袂用去怪别人啊。会计林先生讲哦，顶个月你偷签伊的名，甲厂商收汇款，根据这件代志吼，我要扣你的薪水，当作是处罚啦。等你甲这条钱还了吼，才会当搁领薪水。你的意思是，我两个月薪水都无当领哦？安尼我是要怎领钱啦？你明明就是要我害死嘛，我不服啦！哪敢你？堂堂一个查甫囝，这么无担当，自己做的代志自己不敢承担，恁阿囡仔安尼处罚你，本来就是应该的。还有，本来我还佫拍算想要替你害这条蛇。啊！不过看到拄则你对你阿金的态度，啊，即马决定放弃，你家己了代志，就要家己想办法解决。
阿姑，别扔了，你还快去把我拍死啊！阿姑，出去哦！阿姑，我来拍死。阿姑，我出去。 金凤，代志处理好就准倒煞，莫生气吼。真是一个了不要紧，我若不是带领我四个阿姊，我早就给赶出去。莫生气，饮茶啦。茶无安尼，小等我一下，我先来冲吼。不要紧。 死老狗，无人性，都袂分车啦！两个阿婆拢改死，我酒厂面两个阿婆吼，有咩人来？冇人开啊！再添啊！阿金，再添，想不到你这么固执，我甲你阿姑安尼对待你吼，都是为你好，希望你会当觉醒，学会晓对家己负责。也毋过，拄则我听到你安尼酒厂。 对阮遮怨恨，我看你继续留伫阮家嘛无啥物路用，我来去甲你阿舅讲。阿金，是嘞啦，我毋是条工个啦，我只是一时生气哦，再讲出遐话啦，我知我毋对啊，我开始，我开始，我开始，我讲毋对，我毋免啦，有喙无心哦，你即摆回信也无路用啊啦。再听，我直接讲好啊，后盖若是阁互我听到你讲即种话，也是互我发现你当报纸一家人。 我一定袂原谅你，绝对叫阿舅哦，叫你滚出去啦！阿金，阿金，你家己哦，好好反省，知影无？阿金。 你出来了，我，尽管把我给。
去要走去啊！再见吧。
这个地方，别话讲，你把伊个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哦？我知啦，阿姑，阿姑，啊，这件代志，你拍算要怎处理？报警，一定要给伊查了了，一定要报警。白银的报警，谁做白银的？ 这个代志，但是团子去，人家民主拢写了了啊！以后是要安怎伫个地方徛起呢？再见，阿哥。再见，这个代志都交予你处理，不管开偌济钱，一定要交予查了了了。 检查过啊，连保险箱也无代志，物件也拢无用动着。我想，咱的损失应该是甲阿金米卡手款的。哦，我知影。这边，这把上重要的，到时一定要抓到迄个贼啦，无抓到就我死人不管。阿姑，迄是当然的啦。 啊，毋过，阿舅，我听你甲阿金讲的真明了，我感觉这案件有一挂奇怪的所在呢。奇怪，啊，有啥物好奇怪的？阿舅，你嘛应该知影，阿金伊平常时做人都足谨慎，伊逐摆若来厨房对匙的时阵，拢一定会上这门锁起。谁啊？偏偏今仔日伊袂记锁门，啊，伊的贼人嘛才拄啊好。 这个时阵才偷进物件，这无可能啦！阿你阿杰的故事，你嘛毋是毋知影，伊哪有可能袂记锁这间租房门啦？若是安尼，照顾你安尼讲起来，阿杰有锁门，阿爷查啦是安怎入来？敢讲，迄个查啦有人这房间的锁匙？ 迄个贼仔，是啊，毋去四界巡巡看看的，去其他房间偷窃物件，颠倒经咱厝内上歹找即间厝房来偷窃物件，颠倒来即个房间偷窃阿金的手环，佮对阿金的手，而且我甲阿君云对嘴了，伊马上有走无快人啊！我想，伊对当这附近的环境一定真熟悉，敢讲这其中有啥物特殊的牵连？ 再听嘛，你甲我讲这话，到底什么意思？阿姑，我无什么意思啦，我只是想讲，把这案件奇怪的所在讲出来，参考看卖啦。阿姑，你若是无介意听吼，我就卖讲啊啦。阿姑，我看最近咱厝内一定爱加强巡逻，今暗我就甲阿姑啊加巡几届。 好啦，啊，既然你已经有站着啦，啊，就赶紧去做啊！啊，今仔日到这为止，啊，你先落去。是，阿姑。
我想要去这个房间偷看物件，颠倒去咱厝内上歹找这间厨房来偷看物件，颠倒来这个房间偷看阿金的手帕，佮对阿金的手，敢讲这其中有啥物特殊的牵连？ 辛苦洗好啊！洗清气就好，洗了这件代志都甲放水啦，以后拢莫阁提起，都当作无发生过。剩的代志，都交我再点仔处理啊！哦。 万无阁想要我客钱，无洪少爷，即摆啥物意思？啥物意思？我叫你想办法开我开保险箱，你不但拍袂开，阁想做把我金强落，险强掠着，你有啥物资格给我客钱啊？洪少爷，你嘛较拜托，是你提供的消息无正确呢，讲啥物迄个时阵哦，厨房内底都袂有人啦，啊，现在你也见咯，才拼过，真正是看唔着。我再讲啦，恁阿贵开保险箱。 我请教一下，是伫倒位做诶哈？我红石头做啥做遐侪年啊，要不要拄过哦？拍袂开诶保险箱啦。啊，毋过恁阿贵家保险箱，我看吼，除了家己家己诶所事以外吼，无人拍会开啦。哼，家己去失败，莫牵拖阿济啦。当初时，咱诶合作时阵就讲好啊，来今仔收成功吼，咱就一人一半啦。即嘛啥物拢无，你搁叫人看着面，还要替伊借尻川，你搁敢搁要我客钱？ 洪少爷，你嘛叫差不多啦。安怎？我已经甲取款咧。我已经提去转啊，啥物代志？那你讲起来，你嘛无了着嘛，哈？好啦，你若是要爱搁较侪钱，咱后摆。后摆？我看你是食较歹啦，后摆。兄弟，莫安尼啦，你放心，后摆。 我一定会计划较足详细，袂予你白走的，嗯？等我外口欠你搁较济，我可能要找一件来补。饮茶吼。 警察哪会来？靠！我明早就反乌龟，厝内丢贼偷的代志，谁人袂当留下出去？爱先讲出去。金浩，讲唔知影警察来遮要创啥，莫好白约，先请你来吼，再我讲啦。好啦好啦。阿君，警察你来。好，头家娘。
请。李先生，奶奶，您好，歹势，这时阵来甲你交药。啊，警察先生啊，好，请坐。啊，毋知警察先生来有啥物贵事啊？我是想要问讲，恁家是毋是有调查头？调查头，啊，阮家伫当时调查头的，我哪会拢毋知影啊？咁安尼，最近阮警方咧办一件窃盗案，有发现一个物件，敢若是恁的哦？物件？爱啥物件？即卡手环，无唔对啦，即卡手环哦是我的。啊，警察先生，啊，借问下，啊，这手环你伫倒位找着？因为阮警方最近咧办一件窃盗案，有找到一间专门咧卖茶蜡花的店店，抄出一堆茶蜡花，这手环就是伫个内底。当当时我有问头家，头家是讲一个查某摕来当的，迄个查某佫讲是爱玲摕来送予伊的。我看到这手环顶悬刻恁两个人的名，所以我就找到这来啊。一个查某，手环是爱玲予伊的，爱玲予伊的。哦，刘莲啊，这药款用得出奇来啦！失礼了，失礼了。我知影吼，你最近较欠用钱，这个手环哦，你先摕去。警察先生，多谢你吼，把这个手环找倒转来。莫安尼讲啊！今麦证实，这卡手环是你的。那呢，请你解释，这卡手环既然不是由贼来偷摕去，是安怎哪会放进去？哪会阁出现在迄间当店？这，是安尼啦。迄天吼，我去市场买菜，人足多，我的手环吼，无小心落伫遐，我倒来找才发现。搁倒转找哦，都找无啊！我想吼，是迄个时阵人捡去，摕去转的啦。啊，原来是安尼哦。既然毋是贼仔偷摕去的，就无代志。这行李，麻烦妹，麻烦你帮我直接签这名。多谢你，警浩，你别甲警察先生说一下多谢。啊？好，多谢你啊，警察先生。哎，没啦。阿姑娘，上去。好，头家。那恁我先告辞。你为着替迄个贼仔红牵罪名，讲白话，搁讲到真流利吼。警浩，我安尼讲拢是因为你，是你甲警察讲，难道无着贼偷？我毋才安尼讲的。你给我等去！我哪会等不透？佮所讲的话才是真实的。这个手环根本就是你家己欢喜甘愿交迄个贼仔摕去当的，对无？警浩，你在讲啥？我听无，你听无？好，安尼我问你，平常时你厨房门都会锁掉的，是安怎去让你厨房门都无锁，去让贼仔走入去偷个物件嘞？我有锁啊，我真正唔知影迄贼仔是安怎入去的。你有锁？好，就准讲你够有影。安尼我问你，迄个贼仔是安怎包围门去？啊！这么紧，就偏偏去到厢内底，迄个厨房内底去偷摕物件。啊，是安怎其他房间的物件拢无放去？啊，今仔偏偏放去你银行手环嘞？金浩，你在怀疑我？
忘掉。连警察拢讲，迄个差去当个手怪是伊爱你送的，人拢安尼讲啊，无你是叫我安怎想嘞？根本就是迄差在讲白贼啦！我看讲白贼的是你，因为你看我痴迷好骗。景浩，你受超过啊！明明是我放欺负，你煞颠倒摆我偷客行，你哈！你哪会卖讲？为即马开始，你把你身躯所为所事拢交出来。景浩，交出来！明仔开始，你保证拢免去啊！以后所有的代志你拢免管，你若乖乖把我留伫个厝内，拢卖出去。我不爱警号，你安尼做是唔对的呢。我管你是对还唔对，你若想要证明你的清白，你若乖乖把我留伫个厝内，拢卖出大门一卡步。就算讲我留伫厝内底，你敢卖死你我啦？既然你怀疑我。我就证明给你看，我要亲手将那个贼抓到，证明我是清白的。你，好，我就看你安怎证明。礼拜嘛，安琪，来啦。我真袂啊！想袂到你还知道是命痛，敢还金庸嘞？啊，加上我这个嘴，安尼甲当细使人一下，好死唔死啦！我来金碧甲手环吼，拄好这个时阵出现啦。我若旧版若金，感情拍歹遮紧。我看吼，这真正是天公伯，你我斗三工啦。那个安怎？王少爷。顶边你毋是讲要好我计划，阁叫我偷一遍啊？即摆有万全的准备啊，是啊？迄当然嘞咯，毋但是万全的准备，而且一减二个，忙啦兼洗裤。吴少爷，啊是啥物计划？你通我来。林先生足着急要找头家教你呢。宝珍，林先生啊，宝珍有啥物代志啊？头家娘啊，宝珍明仔载要出回一批白色的胖西布哦，拢胖见啊。是啊，安奈安尼咯？我嘛唔知啊，我是下晡一点回时阵才发现。我虽然通知头家，啊，不过阿君讲头家无伫个，所以。哪里在听呢？我嘛唔知，伊今日无去宝珍。头家娘，我拄好看到赞阳少爷带头家出去呢。林先生，我先去保证看一下，你想办法联络电话陈老板，把迄个会议间拖延一下。阿君，紧找头家去保证。好，头家娘。你先来去啊。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人心无法揣度，所以为了保护自己，对人采取防备是必要的。话虽如此，但如果防心太过，转成了多疑，对每个人都用心机去揣度，那么生活也终将在过多猜忌中成为炼狱。今天故事里面主人翁金福便是这样一个多疑的人，不过他的多疑或许是因为他拥有太多人所倾羡的钱财、女人、权势，却失去了一般人所拥有的明亮双眼。失明又有钱，让金福自卑的同时，必须在心里多添一份心眼来保护自己。多疑
成了金福生存的利器，但也成为他被有心人利用的缺点。年少而聪明的小莲全心全意对待金福，没想到最终仍免不了被金福的多疑波及到。所谓疑心生暗鬼，到底最后小莲能不能敌过金福心中那个鬼，让两人生活重回往日呢？还是终究被那个鬼吞食呢？还请您继续的追索下去。这个贼啊，目睭包唔透，偏偏今明仔要出去白色胖西包，把我偷了了。临时临时，我是倒位去吊鬼啦？有想我无？哪个是你？当然嘛是我，因为我在想你的，昨天才来找你的啦。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啦！我歹势讲啦，靠！我走啦！阿姑，我来接你去头毛。姨母，姨母，阿姑，阿姑，我来接你啊！情况。回到家后，金福不管玉莲怎么解释都没用，就算事后有佣人跟林先生的证词，金福也一概不信了。他只是一味相信亲耳所听，亲身所遇，便下令将玉莲关起来，不准任何人多提或泄露玉莲的事半句，要不马上走人，使众人噤若寒蝉。
黑囝，你那边嘛？哥，给我。啊，头家，我去叫头家，顺便请医生来，你先去买一个。阿哥。嫂啊，你最近是不是无好好啊吃，好好啊睏？嫂啊，你有心啊呢？你敢知？啥？你讲啥物？有心，医生，你讲的是真实的。我下摆倒来有囡仔。当然啦、啊，啊无你那病囝病到遐尔那严重着，也阁有啦，你的身体就伤虚啦。你安尼身体若唔顾好，要继续拖落去，安尼恐惊对囡仔有性命危险啦。这敢是我的囡仔？敢是我的囡仔？照你的命格，甲你看起来，你有一个后生的命。也唔过恁翁哦，伊命中带煞，克某去克囝，煞囝去煞孙，所以一生哦，真孤单。为了这个囡仔，以后我会好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头家娘恭喜呢！你看你爸囝爬到遐厉害着，我拢无注意着，实在有够好度的啦。金浩。黄的啊，恭喜哦！食老总是有惊命，恁黄家有后代啊。多谢阿君啊，替我送医生出去。啊，无我先来走。金浩，你是安怎啦？我有囡仔，你无欢喜哦？我问你，这囡仔到底是不是我的？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可是要骗我？最近遐尼久拢无消无息，等到我知影你有客气啊，你就是有囡仔，哪有可能这样拄好？这囡仔根本就是你客气的，对无？金浩，这个囡仔是你的。是你的啊！我不相信！你这个贱的，你今仔竟然敢有客气的囡仔！你看，你下贱啊！你干啥？你妈！你妈！别怕啊！你妈！别个怕，安尼囡仔有代志呢。我偏偏啊要怕！这个贱，恐怕是你偷客兄进我。怕是想好。靠！你若是我安尼，就会当准入手。我明仔载就叫再听去贴一条老体油啊！我要让你痛苦，我要让你一目就看到家己的囡仔死。你话我给你关起，关到这为止。我相信这个囡仔是伊的，
我嘛袂用放弃，这是我家己的囡仔，我一定要甲伊生大，我要走，我要离开这，我一定要甲这囡仔生落来。 安怎？伊哪出现伫这所在？哪里这样来？主要是要创啥？你是不是惊我看到是？就是我唔才袂用看到啊！你搁好意思问我？我来甲你收哦，迄阵鞋伤紧啊！ 王少爷，这阵仔我有插头，顶下足红的啦，我这边要来走路，敢收一下走路钱啦。原来，迄批白色芳西布是偷摕去的。哦，你莫安尼，今日伊条钱，我半路都安人带遐人抢去啊，我是要生啥物钱予你啦？王少爷，你这边在讲啥哈？钱啊讲到遮尔好听，怎么一点二股？哼，哎，我假做是恁阿金的客人。 只要恁阿舅从进攻，恁阿舅托给伊啊，你着听我，着恁阿舅全部的财产，啊无即摆是安怎？过去要拆桥房啊，是不是？原来伊俩准讲安尼设计我，就会当摕着金库的财产。好啦好啦，你手先放，莫激动啦，来啦。哼，拜托的，当你都毋是毋知影，你我即帮桥你倒要过咧，我是要拆桥房啦，我若过钱，还袂到我手，是要何里啦？ 我也不管了，反正今日我要走了吼，我就要甲伊收钱啊，走路钱啊，啊若无我即马来出去哦，该代志拢起来出来，要死哦，咱两个做伙死啦。好啦好啦，我互你啦，手毋得放。哼。安尼嘛较差不多。王少爷，你这样哦，就袂堪用信用的，你知影？ 啊，根本甲你讨钱啊钱，啊，使使着着借口一堆啦。啊，你以后想甲甲你合作，啊，我以为卖讲啊济啦，你搁会我安尼想，等你这条钱哦，我嘛是搁啊真整借的啦，毋是免用的。到时后礼拜我若想袂出来吼，来搁我多话落去，搁毋知影。要是要话，就是恁兜代志，但我无啥期待啦。啊，反正即卖我钱摕到手啊，我要来去走路啊，这当作咱最后一个合作啦，哼。 哎，阿弟哥，店门那拍袂开啊！不可能，我来开啦！哎呀，是我阿金啦，你头开啊！到底呢？这是我，你要找我呀？啊！阿金，你已经无地走啊！我看。 你也是乖乖对阮回去好啊！在听，我真正毋知影，是安怎你要安尼对待我？是安怎？这拢怪你家己啊！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上届同齐时，伊要安尼逼我，我逼我走头无路，佫威胁我，要把我赶出去，所以我只好先下手为强。 我甲你赶出去，你竟然为着一句话，变咧陷害我。无唔对，阿妈唔对，嗯？你要小心注意，再小心注意。 Thank you.
阿金妹。创啥？阿唔紧找人处理。老公，老公，老公，啥？进去。再听嘛。阿姑，啥物代志？你去外面另外找一块地，一个袂见晓的查某，做这种袂见的人的代志，掉头自杀。袂当你当冤家，是阿哥。为了怕秘密泄露，在天联合红七将玉莲活活吊死，伪装成自杀。没想到此举却让金福以为玉莲是因为偷人而畏罪自杀，对玉莲的丧事一律低调处理。郑重再添下怀，从找来刚出狱不久的红七进到皇家偷钱，到弄出玉莲的强奸意外，再添顺口挑起金福疑心，又一步步设计玉莲成为金福眼中的淫妇，最终害死玉莲，一切计划顺心如意。在玉莲死后，金福变得只相信自己，他将家中权力财产一把抓，连行为举止也跟着疑神疑鬼，古怪起来。真也无见，这是金福第一次见到玉莲鬼魂，他以为这次吓走玉莲就没事了，谁知道至此之后，玉莲的鬼魂却不断出现在他面前。
你是要走了？你敢做？哎，拍死！就安尼啊！你走！阿坤啊！我跟你拍死！你看头家是不是？你是要走了？你敢做？头家是得较甜诶！你卖我白送啦！光头白日，哪有可能有鬼？金福在玉莲不断出现之后，想出了要法师除鬼的方法。在天为了敷衍金福，只好随便找个假法师做法，却没想到此举之后，金福果真不再见到玉莲鬼魂。在天弄巧成拙，只好再想其他方法让金福转移注意力。阿姑啊，卖讲，哎，可没欢喜。阿姑啊，听我讲一下啦，这世间哦。啊，毋是所有查某人拢甲阿金同款啊！阿金反袂你吼，迄是因为伊心也袂定，还佫袂晓想啦。啊，你即摆吼，若是佫娶一个，咱就佫娶一个，迄心肝会定，还会晓想的，啊，思想佫单纯的，安尼毋就好啊？对我来讲，啥拢同款。啊，我一个人过，感觉真好啊。啊，即摆我啥拢毋想，相信我家己。好啦，阿姑。我知影哦，你即摆相信你家己，啊，啥物人都唔相信啦。啊，不过你遐咧话唔娶就唔娶，敢袂太过自私？你讲这句话啥物意思啊？我刚刚是无想要娶你，啊，甲自私有啥物关系？啊，迄种嘛自私。阿姑啊，啊，你想看卖，即摆黄家哦，家剩你甲我两个人呢。啊，我姓王，啊，唔是姓黄啊。啊，你唔才是黄家的子孙。到时吼，你若是无替黄家啊娶一个某生一个囝，安尼是毋是要害恁黄家绝后？阿姑啊，搁再讲吼，这百年以后吼，人我就会去下骹呢。啊，你若是害黄家绝后，到时你是要摕啥物面底皮去看你的祖公祖妈？好啦好啦，啊，既然你安尼讲，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啦。唉，看即马阁有啥物人敢嫁我，啊，你就替阿姑斗阵看卖啦，吼。阿姑，你放心啦，这件代志哦，包在我身上，绝对无问题，妥当的啦。在天拼命游说与安排下，金福终于再娶续弦。就这样，才刚办完丧事不久的黄家，又在热热闹闹办起喜事了。恭喜恭喜恭喜！快点点姐，哎呦，唔通啦，哎，新年话哦，今仔是好年，唔通互伊啉伤济啦，我替伊啉就好啦。是啦，来来来。大家有事的哦。头家娘，你先休困一下，我去帮你摕另外一束礼物来，给你换。李记，你出来做啥？啊！金浩，你袂用娶这个查某。我要娶上甲你什么年代？一个袂见笑的查某，你无资格干涉我的代志啊！喜欢
生什么代志啊？金浩，你咧甲谁讲话啊？